感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感恩陆金红台长、陆师傅。很请台长帮我看看我女儿，她是否有灵性在身？她是1996年属老鼠的。当然啦，一个灵性很大。对。经常发脾气。对。晚上喜欢把门关起来，不愿意理别人。对。不愿意跟你讲话。对，全对。你这个灵性要把它念掉的，不念掉的话，这个小女孩以后会严重自闭，现在已经自闭症了。对。小时候是蛮好的，是后来灵性上升的。对对，是这几年的事。看见了吗？是自己的亲人吗？还是外边的？外面的。对，也有惹过来的。对，他玩游戏啊、灵性游戏啊，一个鬼上身的，是一个男的，现在在他身上。对，通常他感觉到，而且可以看得到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经常突然之间醒过来之后，看见一个人影在他的床边上。对，全对。鼓掌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我告诉你，这种病看不好的只有念经。对，我现在刚开始。你吃素了没有啊？通 一半一半。通常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？吃鱼、就是、骨头不吃。一半一半，吃一半翻过来。一半吃肉，一半吃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为他许愿的。他吃不吃啊？你叫他以后不要吃活的。听明白吗？他很好的孩子啊。对。我告诉你啊，是年非常的，过去非常的听话，非常的对你好。灵性上去之后开始发病了。对。而且有时候会抽筋。对。听得懂吗？发脾气是突然之间发的，是没有道理的。对，因为鬼在身上，听不懂啊。对，而且他会经常说你是鬼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是鬼不啦？你又不是，好好念经不就好了？那你看，你看我，你看我给他能量加持了，你看他笑了，开心了，看见了吗？脸不一样了吗？对，看见了吗？刚才还在身上。看见了吗？哦，你。你应该叫你卢台长啊，你都知道了嘛，刚才还在身上，现在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有时候有意的讲的时候，我都有气场过去的，灵性叫他跑掉。这小女孩其实人长得也很漂亮，人也很乖，她也手很勤快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对他们也是很偏爱，明白吗？你欠他的很多上辈子，所以你会还他的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妈妈跟他的关系就不是太好。对，鼓掌。我告诉你，我随便看一看，什么都知道。他其他没有什么问题，他就是要人家说他好话，他开心，因为他身上那个鬼就是要人家说他好话。所以以后你要冲着他，哎呦，你好凉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好啊？怎么好？他就开心了。是叫鬼开心了。你要帮他念经，小房子一共要念360章。360章可以。念掉之后，这个孩子还而已呢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明白了吗？还要给他放生2400条。2400条。好吗 ？OK， 好。还有，就是要让他啊，每天要晒点太阳，背晒太阳，脸他不要晒太阳，背晒太阳。他的阳气严重不足，好吗？其他没什么，叫他每天念一点心经和大悲咒。好，好吧。好，现在我告诉你，那个灵性经常，他睡觉的时候经常压他身。对，所以他晚上有时候都睡不着。我告诉你会叫的，听得懂吗？他经常看见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掐他脖子啊，跑到他身上来，
对，有时候他说他不可以呼吸。看见了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们人不能得罪，鬼更不能得罪。所以人已经跟人做冤了，更不能去跟啊这个动物再去结冤。你把它杀了，它就上你身；你杀个鸭、杀个鸡，它也会上你身的。所以很多人没死之前，因为年轻的时候杀过牛，在医院里要知道死快要投牛的时候，他叫出来痛的声音都像牛叫，就这样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所以不要去跟动物结冤。这个小女孩这点小房子念完之后慢慢就会好起来了。谢谢。要却特别当心她的妇科，还有她的脚，她的关节很不好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其他没什么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叫她念经她会越来越好的，而且她很要自尊心，这个鬼在她身上非常要面子。你就好好念经，其他不要讲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好不好？谢谢台长，感恩台长。许个愿，以后如果他好了，你要上台现身说法，跟其他人一样，度更多的人，那他好得更快，好不好啊？好了。